伤了，何母娘呢？江团长，让兄弟们自己来吧。我去你娘的！滚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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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叫义务兵，叫义务兵，都他妈给我叫义务兵！宋司令。 我们借鉴呢，下面我们请蒋炎龙团长介绍一下这次战斗的整个布局和战斗经过。大家欢迎。谢谢司令的夸奖。首先，我不觉得这是一场胜利。我们以两个团。 加守备营的兵力，围歼日本的一个中队，最终结果，消灭日军20多人，化妆部队的主力根本没有受到任何伤害，安然逃脱。同志们，这算什么胜利啊？所以，我还是给大家分析一下我们失败的原因吧。敌人很狡猾，当他发现。 被我们包围以后，首先选择了佯攻兵工厂的正门，再用主力突袭后门。最终的结果是，我方守军官兵全部阵亡。司令，我想问一下在场的八路军指挥员。 当时你们有没有观察到，在离你们很近的阵地上的异常情况？友军阵地情况异常，当时我有所发现。好，那你们为什么不支援？我来回答。当时和指挥部的联系工作，是我负责。
第一时间致电指挥部，也就是蒋团长的办公室。但是致电数次无人接听，没有接到指挥部的命令。 我们怎么敢贸然行动？再说，按照常理，就算真的是需要支援，也应该由指挥部给我们下达命令，不是吗？所以我想问，总指挥蒋团长当时您在哪里？敌人马上就要突破我们的防线，要逃出去了，我带兵去支援了。您去增援了。那么整个战局呢？谁来指挥？ 我觉得这场战斗，我们消灭了日军精锐的化妆部队20余人，实属不易，应该算是打了一场胜仗。假如说非要挑出什么瑕疵的话，那就是作为总指挥的蒋团长，在最关键的时候没有在他应该在的位置上，导致敌人利用我们的空档逃走了。 这次是我们33部队组建以来遭遇到最惨重的一次打击。现在回想一下，我们是掉进了一个精心设计的圈套，所以我们要精心的梳理一下，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被他们一步一步的诱导，掉进了这个圈套。现在很清楚了。 他们抢木头，确实就是为了制造假木器。没错。可是我们得到的消息是，那些木头是为了定制美式武器的木箱。显然，那个所谓的冯副营长，在向我们散布的是假消息。问题是，他们怎么知道我们的身份，以及我们想知道的是什么？这个问题，叶有胜曾经也问过。 出门的时候，我向掌柜的打听了一下，他跟我说呢，如果海沼木匠铺的话，这东顺街有一家，要去东顺街还是从南大寺街过去比较近。这么说来，这个人确实可疑。那他为什么会对冯副营长的身份产生怀疑呢？如果他们是在故意诱导。 他就不应该对冯副营长的身份提出怀疑。山行军，当时连你都没有看出这个冯副营长的问题，对不对？虽然叶有胜身上有疑点，但是我们要打开自己的思路。我们现在可以确定，33部队里边确实有内奸，尤其。 疑点全部集中在第5组里边，因为这次偷袭行动是第5小组成立之后，我们33部队执行的最大的一次行动。是的。
我们此前从来没有出现过这么严重的泄密事件，所以不要把目标固定在一个人的身上，这样会限制我们的思路。我认为问题不是出在最后一次侦查，我们应该对第一次侦查进行排查。那又说到眼睛上了，山行军，当时执行任务的人也有金万红、胡明昭。 文娟，对第五组进行特殊手段。为什么这么执着的要参加考试？我想考进东铁，找份工作，混口饭吃。东铁。 这个房间里我一共安装了三个窃听器，两个在床底，还有一个在灯上，这样就可以覆盖整个房间了。都调试好了没有？调试好了。把你笔记我标记一下。哎呀！ 哎呀，那，哎呀，连个笔都接不住，还做个特殊训练，一点都不敏捷。我跟你说啊，有事儿你得加强学习啊。哎呀，有事儿。 哎呀，有事儿，洗脚去。啊，对。不是有事儿，你得改一改你这个乡下的毛病啊，太臭了。每天晚上熏得我这睡不着啊，赶紧的洗脚去。啊？根本不是我，要不信你闻闻。你滚！回去。哎呀。 哎，刘少，你说日本人吃了这么大亏，内藤会不会怀疑咱们呢？这回来一看，我觉得老金有点心神不宁的。哎，怀疑就怀疑呗，反正有啥倒霉事儿，都先调查咱们第五小组。只要是查，哼，没事儿都能查出事儿。怕啥？ 咱又没做亏心事儿，亏不亏心的？我告诉你啊，没事儿，那啥都不是事儿，有事儿那啥都是事儿。照你那么说，那咱第五小组都有事儿。哎，我说的就是这意思。什么意思？你洗脚去，懒得动。你把被子捂着。
行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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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ることができませんでした。これはあまりにもひどすぎます。内藤君、今回の惨敗について何が原因か分析を行ったのかね。将軍閣下様、主な原因は私の隊に内定がいます。出来上がったばかりの5組の中にいるはずです。中国人を攻撃に使うなんて。内藤隊長、私が思うには自分自身から原因を探した方がいいと思います。大佐のご意見は。私が知る限り今回は33部隊が2回目を襲われた。1回目は山で何人かの漁師が5名の兵士を撃った。今回はまた裏切り者にやられて、もう33部隊はバラバラだ。もう終わりだ。さっさと立ち回せ。裏切り者が侵入したのは33部隊の威力があるということです。我らの敵は気に出し怖がりだした。理解し潰そうとする。一体 D 5組内の中国人の仕業か、それとも33部隊の誰かの問題か、これは調査が必要である。まだ確実な証拠がない場合、ただ D 5組の中国人をターゲットにしちゃいけない。調査が必要だ。戦局は今までも事実を証明されている。全てを日本人が信頼できはしない。共産国際の力は我々内部まで侵入した。それと我々内部の人間のミスで大きな失敗を生みかねない。私が思うにはやはりこの部隊をこんな中途半端な人間に渡すのはふさわしくないと思います。もっと能力ある軍人がふさわしいです。内藤は中野学校の最優等生だ。彼を隊長に推す。多方面にわたり功労した結果だ。彼は33部隊を長年引き、次々と功績を立てた。天皇陛下も知るところである。はい。彼の能力に対し私は絶大な信頼を置いている。そして今軍事の必要な時、33部隊は重要任務を背負っている。勝手に隊長を入れ替えてはならない。今すぐに第5隊の内部に侵入しているスパイを探し出さねばならない。部隊の威信を盛り返すのだ。はい。飯沼旅団長。はい。北野課長。はい。現在33部隊が君らの防御区に駐留中だ。全力で彼らに協力し、内藤君と一体誰がスパイか洗い出すんだ。はい。今天我要告诉大家三件事情。第一件，这次偷袭江州的兵工厂任务失败，我们中了敌人的圈套。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的部队里边有内奸。司令部，
我们要用这一次的任务，一雪全耻。内藤队长，可否介意不说话？我正在宣布战斗任务，这是军事机密，请你离开。内藤队长。 我奉命协助调查此次偷袭江州兵工厂行动的泄密事件，需要对相关人员进行询问，请你立刻终止这次行动。你们特高科有什么权利命令我们终止行动？特高科奉方面军司令部的命令调查，这一点你应该很明白。在没有查出内奸之前，你不所执行的任何任务都有可能被泄密，从而重蹈江州兵工厂的覆辙。因此，我要求你立刻停止。 所有军事行动，全体成员现在准备。 你们有一天的准备时间，尤其第五组所有成员，凡是外出，必须由一名日本士兵陪同。赶紧准备吧，明白了没有？明白。哎呀，兄弟们呐，你们看见了吗？这内藤长官第一次发这么大的火啊，这一巴掌下去，哎呀，这女的够烦人的。 他要是再总玩点，那就不是一巴掌的事了。弟兄们，这队长，咱们打个代表片吧。就跟玩似的。已经练到这个境界了，以后该怎么办呢？你们真以为队长什么都不顾了？我看未必吧。不是，你说的，我觉得队长应该不像那样的。 特高科有什么权利命令我们终止行动？我要求你立刻停止所有军事行动。报告，组长，我想出这一趟，因为今天我和贾三约好了，他要还钱，今儿不去，我怕他赖账。赖账啊？ 太好了，我说了又不算，你跟我说干嘛？找山田组长去。海地集合。部队明天凌晨4点出发，所有人员必须在今晚以前处理完自己的私人事务。今晚12点以前必须归队。是。报告，我先请假。什么事？ 个人私事。好，让乔本陪你去。是。解散。哎，你不是说你要出去吗？啊，我就是想买点战斗线脑什么的，回来再说吧，反正也不急。再见到茵茵，就得等到回来的时候了。 可是回不回得来，都不知道。别瞎说！放开他！ 谢谢你配合我演了一出好戏。什么意思？你说清楚。刚才发生的那一幕，是我清查内奸的一部分。
我就是想让他们知道，我内藤人因为偷袭兵工厂失利而丧失了理智，这样内奸就有机会把情报送出去。这是他们以为的。拜见中尉，我希望你给我盯紧每一个出入33部队的人，尤其是第5小组的。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带走！我就是卖烟的呀，我就是。 告诉你知道还是不知道？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这是重要的军事机密，你看清楚了，想清楚了再来回答。 我真的不知道。我告诉你，如果你现在回头协助我，立了功，你还有机会活命。可是如果你不说或者撒谎的话，等上了刑，你再想回头，可就来不及了。 没有人能撑得过特高科的刑讯，这一点你应该是很清楚。我真的不知道，是他们给我钱，让我给他们带个信儿的。什么人给你的钱？是个男的，多大年龄？有40多岁，长得什么样子？脸挺长的，是个长脸，说话是本地的口音。 穿的什么衣服？穿了一个蓝大褂，挺旧的，里边是灰不拉几的领。你仔细的想想，这个人有没有什么特点，或者说身上有没有什么特殊的味道？哦，对了，他身上有很大的大烟味，像是抽大烟的人。像肯定像。他让你把东西交给谁？ 这个我不知道，就说让我拿上东西，赶紧去宣了工，到在那里自然会有人找我。接头的时间呢？不知道，这个我真不知道。他就说，我到在那里，一定会有人找我的。暗号是什么？问，一支3台炮的价钱，
能顶上易经，上好点牌面吗？如果你愿意协助我们找出这个人，你不但可以活命，还可以得到我们特高科的许多礼物，比如在你卖烟的地方得到买烟的许可。我愿意，太君，我愿意，太君，我愿意。 不要！去给我定情。是。太君，怎么回事？我不知道，根本就没有人给我说那句话。 有没有人想要跟你说话却没有过呢？有一个干妈来了。具体年龄？有可能是醉。干妈老头子？他朝我这边看了看，又在我跟前转了一圈，没有说话，也没有张嘴就走。客人呢？我也不知道啊，不大功夫，这个人就不知道去哪里了。什么时候的事？没多大。 精确点，大概有一只烟。通知下去，立刻封锁仙乐宫及周边道路。排查一个五六十岁、身材消瘦的老头。如果发现可疑目标，立刻让他进行辨认。是。没有。 队长饶命！罗无天，你说你干出这种事，我会饶你吗？嗯？但我现在可以给你两个选择：第一，你可以痛痛快快的去死；第二，你可以很痛苦。 你个狗日的！你害死老子！燕儿，闭嘴！怎么把偷袭江德兵工厂的消息传出去？ 当时只是跟他们说，江州最近部队有行动，可是我并不知道要偷袭江州兵工厂啊！你真的不知道？我真不知道，队长！我要瞎说一句，天打五雷轰！第五组的兄弟们都不知道啊！当时只是跟随部队行动，事前。
燕永胜把洪明诚去过江州，还带回烧鸡来。他们告诉你的？是洪明诚说烧鸡的事儿，说漏了嘴。 是志贺先生，他有些话想问你。幸会幸会幸会啊！幸会。杨老板，您是做什么生意的？<笑>我那是小鸡儿八分堆，遭扣户命的事儿，不叫生意，不叫生意。可我听说杨老板在怀州城里是天上飞的地下走的，没有您不知道的事儿。<笑>过奖了，过奖了。我啊，走的是朋友的道。 无非是地头熟一些，人缘广一些，江湖上的兄弟呢，都愿意给我一个面子。你什么生意都接？那倒也不是。干哪行啊，都有哪行的规矩。我有，哼，三不接。第一呢，跟官府有牵连的事儿不接；第二，跟匪贼有牵连的事儿不接；第三，跟当兵有牵连的事儿我也不接。因为什么呢？ 咱惹不起啊！照你这么说，你没什么生意可接了。嗨，那也不是啊。比如说捉奸催债、寻人问事的，咱们都能干。啊。再比如说，在怀州城里边，您如果丢了东西，甭管它是金银财宝还是文玩字画，找我呀，不出三天，哼，定能完璧归赵。啊，当然呢。 人有时候他也得识时务啊，比如说临时少佐安排的事儿，那就不在规矩之类了。嗯，天大的规矩也得给皇军的事儿让道夫事儿，这些事儿郭子忠为您知道的。啊，临时少佐，杨老板，罗福田你认识吗？认识，他是九龙山柳子里边有名的花蛇子呀。 经常在我这打尖儿，仅仅是打尖儿吗？那我就说实话吧，罗福田呢，经常在我这儿跟一些肉票的家属啊谈生意，我呢有时候也帮着传个话什么的，这也算救人一命嘛。杨老板，我劝你还是放聪明一点的好。我有点不明白。